我有一双小小手，一直左来一直右，小小手，小小手，一共十根手指头，一共十根手指头。啊，我们这双小手，这双小手呢，很有用。我们要让给我们这双小手做些什么呢？你们都把你们的毛线哈，这样一串的毛线都把它卷成了蚕宝宝了吗？然后现在呢，我们可以把这个蚕宝宝叫到 Hello， 你醒咯，醒来咯。好，我们慢慢把它的这个棉线拉出来，大概拉拉拉，拉到像我们的手指，到我们的手肘哦，到我们手肘这边这么长的时候，我们停下来。这时候呢，我们打算要做些小礼物送给我们的小小手。然后我们可以把这条线呢拉着，用我们的右手把它拉着。我跨过我们的食指，我们这样子转一圈，当这不够长，你可以再拉一点。然后这个里面的线呢，我们把它跨过来哈，跨过来前面的，然后里面这条呢，又从这边跳下去啊，跳下去过后，我们就开始工作了。然后这边绑上来，里面的跳下来，然后再转里面的。好，我们现在在做的这个是一指边，就这样一直重复的玩这个游戏。然后这边可以拉紧的哈，我们这个下面呢，我们那个拇指跟我们这个我们这个长的，然后里面跳出来 ，OK。就这样一直做，做到了，大概是这么长，所以我就把它放在这边。好像这么长哦，我去量一量看，它够了吗？够了哈，够了的过后呢，我就把它剪起来，然后从这边，好，所以现在我做了一个这个粉红哦，小粉红的手链，我的左手有了，我的右手可以送一条给我的右手。好，然后这边呢，因为我的大拇指说，我的工作也是很辛苦，你也是送给我，所以老师也送了给他一条。然后这个我们就把它绑起来，这样就完成了我们的一指边的手链。